原生大饭店是从高速公路进入台北城映入眼帘的第一个令人惊艳的台湾印象。原生的兴建历史与台湾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密不可分。60年来，和台湾一起度过无数的欢喜与悲伤的时刻。原生大饭店于1952年5月10日，在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的规划下开始筹建。1950年代的台湾，在国际军事和经贸地位上非常重要，外国的使节往来也非常频繁。原生大饭店就站在我国外交的第一阵线，为我国迎接无数的外宾，也为外宾们留下传承中华文化和建筑美感的台湾印象。原生大饭店除了有引以为傲的历史传统之外，身为台湾最早的国际观光饭店，原生大饭店也拥有享誉国际的餐饮和宾至如归的客房服务。无论是在台湾或是在世界上，很少有一间饭店能够像原生一样，不但见证也非常密切地参与了国家的政治、外交和历史发展。1978年，中美断交在原生的峨眉厅进行协商。1986年，民进党的成立在原生的敦睦厅。1990年，第一次国事会议在圆山召开6天。2000年，亲民党的成立在圆山的大会厅。2011年，建国百年国庆国宴在圆山大饭店举办。60年来，在台湾政治历史最重要的时刻，圆山都不会缺席。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圆山文化。原生大饭店在过往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座耸立在山腰的宫殿，有遥远的距离。其实原生大饭店在台湾60年来已经和这片土地共生共荣。就像现在原生的特色餐饮原生牛肉面一样，牛肉面是大陆老兵带到台湾的面食，但现在已演化成为独特的台湾美食。这碗面征服了许多老饕的心。原生大饭店在台湾能有独一无二的位置，除了天时地利的因素之外，原生大饭店的近千名员工就像是饭店内一座座的雕梁一样，是支撑饭店最重要的力量。每位员工虽然有不同资历的差别，但是对于原生的认同感却是一致的。他能够进来原生大饭店上班，是一份很光荣的职业。我们在这里做也是很幸福了，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都是和和气气啊，因为比自己家人相聚的时间都还长。来这里做，每个人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来了这边5年，也可以看到很多我们主管他在
面对客人的那种细心细腻的程度，给予我很多的启发，就是赶在 客人跟你反应之前，你就应该先为客人着想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圆山其实已经很风光的走过了60个年头，我也很荣幸能够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但我当然希望随着设备的更新以及我们服务人员的努力，能够让圆山再走过另一个60年。因为在圆山工作了38年，我们都非常深爱圆山，我们希望圆山会更好，能够永续经营，然后能够一代传一代，让圆山永远生生不息。夕阳西下后的圆山大饭店是另一种风貌的展现，就像在高雄圆山的游泳池畔，在周末的夜晚都会举办烤肉派对，轻歌妙舞，热情洋溢，为一贯优雅的圆山大饭店带来了青春的面貌。在与其他一流饭店相较之下，圆山大饭店除了出色的餐饮和服务之外，还拥有一个无可取代的特色，就是国宴的举办。它的条件主要是比如说把那个平民化的设计的比较精致，看起来好像一个很好的菜肴这样子呈现在客人面前，反反复复修改很多次，包括了正式试菜也是一样子。正式准备食材的话就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主要是比如说要确定了那个菜你要吃什么菜，我们先预定，到时候才进货，让它保持那个食材的新鲜。1995年6月，圆山曾经历一次浴火重生的淬炼，经过3年的整修和沉淀，才从生命的幽谷走出。一甲子岁月的磨砺和累积，使圆山大饭店更加丰盈壮硕。欢度60周岁生日后，圆山又以规划多面向的推陈出新、继往开来计划，不仅要继续引领台湾观光饭店在国际间开创新局，也期许在台湾的观光饭店界树立文创产业标杆的新形象。